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但是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还不时地想起那个年代里所发生的事。妈妈，你别哭，把野狮我给你杀口住。蛤蟆，蛤蟆，你别笑，娶了的媳妇儿上花轿。哎，小二小三儿，别打，乖。姚阎王的家还住那儿吗？你找他？啊，
咕嘟嘟嘟嘟嘟嘟，咕嘟嘟嘟嘟。你要干什么？妈的，王八蛋！你嚷什么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你没名字？多着呢，傻王八蛋，狗蛋，白傻子。狗蛋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咕嘟嘟嘟。你叫狗蛋？这你就没猜着吧？啊？你认识我吗？我不认识你。你找焦岩吗？可找不着喽，他死了。什么？焦阎王进棺材了，哎呦！哎呀！你要是撒谎，我崩了你！哎呦！你说焦阎王怎么了？死了，病死两年了。他焦家还有什么人？焦大兴。妈，那我走了。金子，过来。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过年大兴给打的镯子，过年大兴给买的缎袄。我知道，你的钱都给金子置办东西了。啊，拿去，别跟我装模作样了。我走了，天凉了，你要保重身体。金子，送大兴上路。站住！大兴，给你爹磕个头。金子，金子，
谁得罪你了？谁得罪我？焦大的媳妇儿，谁敢呢？又是和妈怄气啊？我啊，进门就该添个儿子。啊？什么？我要是有儿子，就是你这样的，多孝顺呢！哼！嗨，你就看在妈是个瞎子吧。哦，他是瞎子，我是狐狸精，我早晚要养汉子偷人。谁这么说了？你妈呀！金子，金子，我问你，疼我不疼？咋不疼啊？好，那我问你一句话，等我问完了你就得告诉我，不许含糊。哎，要是我掉到河里，你妈也掉到河里，你先救哪个？哪能啊？要是真有，你怎么办？不会的。就是有。我两个都救，我左手拉着你，右手拉着妈。不，我说只救一个。你是救我，还是救你妈？我，你当然是救你瞎妈，你不救我。你听我说。好啊，你要我死，你要淹死我。你和你那瞎妈一样的盼我死，你好娶你的第三个老婆。你，我没说不救你。那么，你先救谁？说，先救谁？先救谁？先救谁？我先救你，行了吧？那你说，淹死他。淹死！说啊，大兴。我说了，我才疼你，大兴。我俊不俊？俊。你想亲我吗？想。那你说。说什么？淹死他。淹死你妈。秋叶。淹死。是大兴吗？妈。你怎么还不上路啊？你还送这么远。大兴，钱包呢？妈，大兴他不会给我钱的。大兴，钱要省着点花，留点给你那没娘的孩子花吧。贱货，迷你男人还迷迷狗。大兴，还不快上路！我走了。
还不快回去。是我了，你还活着？没死。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带你走啊。我早嫁人了，金子，你命里注定就得跟着我，早晚都一样。我不在乎。怎么？你瘸了？嗯，瘸了。你心疼吗？心疼怎么样？不心疼又怎么样？心疼你带我回家，不心疼我抢你走。这些年来，我没有死，就是为了你呀。你不知道我多想你。我真想带你走。带我走？上哪儿？到金子铺路的地方。坐火车还得走七天七夜，那儿的房子会飞，张口就有人往嘴里送饭。这地方天天都在过年呢。你就凭你？杂婆，你要照照自己，小心火车压死你。哎，要不要？不稀罕。你看，你不稀罕，我要它还有什么用？哎，
那么，你心疼我了？臭八怪！金子，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天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今天夜里到我家去说。敢吗？我，凯凯，是我。星媳妇，我可真想死你了。想死你了。
谁？我。别动，过来。金子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撒的什么癔症？撒癔症？半夜里屋子里乱哄哄的。没有啊。什么没有啊？等我走到门口又听不见声了，那是干什么？您说的是那个呀？那是耗子，半夜里我起来捉耗子呢。以后再有耗子告诉我。我就用这条铁拐杖打死他。回来。坐下。哎，坐下呀。妈，我坐下了。坐下。什么？金子，你的生日是三月初九啊。啊，半夜子时。妈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问问，算算你命里还有儿子不？没有。不用死。你见过丑虎吗？没有啊。妈，还有事吗？我走了。好，去吧，回屋去吧。金子，你要是心疼疼死了，这可别怨我。
干嘛？你过来嘛。进来。怎么了？出去，出去！嗨，快滚，快滚！丑八怪，滚回你的墙头窝去！你在哪儿，哪儿就是我的窝。叫你疼，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。哎呀，放开，死鬼！我就这么紧紧地抓着你，叫你一辈子也跑不了。你说，你疼不疼我？出去！这是我失无理地给你找来的。我走了啊！回来，把花替我捡起来。没工夫，自己捡吧。你替我捡？不愿意。到底捡不捡？嗯，不捡你还吃了我？死虫，谁敢吃你？哎，你要不要我？什么？我要不起你。哎，你敢说不要我？你为什么不要我？你个丑八怪，活妖精，瘸腿猴崽子，骂不死的强盗，拐不进的大水鸟，你！大兴媳妇，开门呐！有人！我不管，我不怕，我打死你！我有人！开门呐！快开门呐！大兴媳妇儿！快开门呐！是我，我要进来。快开门呐！谁呀？你先给我把花捡起来。大兴媳妇儿，你干什么呢？快开门呐！告诉你，准是瞎老太婆让常武来盯着我的。你捡不捡？我去开门，让他进来抓你。哎呀，你快开门呐！我没说不捡呢。好，捡起来。给我戴上。
你这个娘们的心可真狠哦。狠？狠的还在后头呢。夜鬼，你这个坏了心的手，你这个胡冤家，你这个丑八怪，你我开门呐！我说大兴媳妇儿，干什么呢？大兴媳妇儿，是我。哎，是常五伯吗？您别忙啊，我在念经呢。等我念完经，我让你再念一段。讨厌，走啊。哎，大兴媳妇儿，嗯，我叫了半天门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在念经啊。念经？常五伯，上午坐吧。哎！哎呦，常五伯，我怕您是冻着了。啊！来，喝点酒吧。哎！不！常五伯，喝两盅。不了。好，不喝也对不住你一片心。大兴媳妇儿，你刚才你说你那个念什么来着？我念的是往生咒，替我公公超度呢。好，好孝顺的媳妇儿。公公在世的时候杀过人。嗯，念吧，多念吧。媳妇儿，别见怪，是你妈她说，你们家现在有点不安静，叫我来看着你。我走了。常五伯，您瞧，他老人家多疼我。其实你那么贤惠，哪能藏这个野汉子呢？金子，大兴一会儿就回来，你可千万别跟他说让我来看着你。大兴？嗯，是你妈让我去叫他赶紧回家。
要是这么打扮，你就更不配了。给我。现在就远远的走吧，离开这个地方，到金子铺路的地方去吧。你跟着我跑出去，那是要受苦的。可是我心里是舒坦的。人家都把我当成强盗，那我就是强盗婆。我要是被他们逮着了，就得砍头啊！我给你生个儿子报仇。金子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呢？跟你在一起，我才活得像个人。老天爷注定，你就是为我生的。你想甩也甩不掉。你上天，我跟你上天；你入地，我跟你入地。办完事，我一定带你走。办完事。Thank you.
谁？是我。还有谁？没别人。哎呀！哎呀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！抓强盗！抓强盗！他跑了！他跑了！抓强盗啊！谁？我，狗蛋。哦，怎么了？没摔着吧？滚一边去！贱婊子！狗蛋，你瞧见什么了？我瞧见，我。狗蛋，你到底瞧见什么了？我，瞧见新媳妇了。金子，妈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到底闹的什么鬼呀？贱婊子，你给我滚！好，你回去吧。媳妇儿，去。金子，妈呢？不知道。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在家偷人养汉当婊子，正美得难受呢。金子，你这又是咋了？我刚进家门，什么也没说呀。你妈说的。你看，我给你带回来多少好东西。外边是大兴嘛。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您的脸，问你媳妇儿去。爸，你问他跟谁睡了。不能？难道我这脸是我自己抠的？哼！现在没有一个人不骂你，不笑话你，你这块废物！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要还是阎王的种，你就叫他招出来。妈，我还不叫金子滚出来！不用叫。我来了。好，你来得正好。大兴，你要是再不拿出爷们的劲儿，我就不认你是我的儿子。妈。叫他跪下，对着你爹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大兴，还不跪下！大兴，
当着你男人的面，你招出来。说就说，我偷人了，我养汉了，怎么样吧？金子，从我嫁到你们家，我就没有过过一天人的日子。你把我当成畜生、妖精，你这个窝囊废、受气包，你就不配要金子这样的媳妇！我早晚是要跟你散的，你打吧，打吧！天底下再没有比你们家更不是人待的地方了，还不给我动手！你看看，你看看你妈是怎么待我的！爸，你再不动手，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！好，我今儿就死在你们面前，爸！再给我打！打！焦大兴，谁？是我。虎子。我的干儿，你回来干什么来了？我给干妈请安来了。哦，好。金子，还不快回屋去？虎子哥。大兴，咱哥俩又见面了。干妈这两年身子骨更硬朗了。虎子哥，家里住去吧。大兴，去给你虎子哥打斤酒，割斤肉。去吧，去吧。大兴，去打点酒给你虎子哥接风。虎子，虎子，这次回来干什么？我来给您老报恩呢。好啊，虎子，说是你早回来了。嗯。那为什么单等大兴回来你才来呀？小哥俩多年不见了，等他回来图个齐全嘛。齐全。热闹热闹啊。热闹，虎子，那你是要住在这儿？嗯，好，好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，你跟我装。我知道那个人是虎子，我没装，做得出来就不怕知道。我知道，从小你就许配给虎子了。这么办吧，明儿一早我就让你们走。
过去的事呢，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。没有盘缠，我出。你让我跟虎子走？啊。我们前脚走，你好后脚抱侦缉队再来抓我们。哎，虎子就跟我亲生儿子一样，一家子人，我哪能这么做呀？一家子人，是谁霸占人家的地？是谁打断人家的腿？卖了人家的妹妹，杀死人家的爹？谁告诉你的？哼，这还用得着谁告诉？你怎么不拿根木头也做个虎子，往他的心窝里也扎上几颗钢针？金子，那是别人挑拨，你别听啊。哼，老头子，咱们做的孽可别落在孩子们的头上啊。虎子，趁大兴没回来，咱们现在就走吧。不，等大兴回来，办完事再走。办完事？嗯。干嘛要等大兴回来？因为阎王死了。虎子，你这……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你要保佑我们阖家平安呢、啊、大兴他连踩死个蚂蚁都不忍心，难道一个瞎子还不够？不，死了倒便宜了他，得让他活着，让他一个人活个够。你们从小是一块长大的，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吧。什么？原来你待我好就是为了他？放开！你怎么这么不懂人心？难道你就忍心？老头子，白虎临门家有凶神，你在天之灵要保佑大兴和我的小黑子。暗管手拿
咱娘俩唠唠嗑，我的干儿，你的手呢？干什么？瞎子拉着手唠嗑，才放心。干儿啊，闭上你的眼睛。我闭上了，干妈。你没有。这回您老可猜错了。好，瞎子跟瞎子唠嗑才踏实啊。哎呦，你的手发烫啊，我的儿，血热攻心呐。嗯，干妈，您老手冰凉，我看是心里有病吧。虎子，你学得不错了，心里还惦记着我。八年了，我虎子可没有一天忘记过你，干妈。你是想在这儿常住？嗯，我好伺候你老上西天呢。好孝顺的干儿子。虎子，我求求你，你早一点走吧，我让你带金子走。我没有那个造化。一阵那个阴风刮了个女鬼来。臭狐，你要我老婆子的命，我的命就在这儿。干妈，我怎么敢呢？您老是长命百岁，都死了，你不能死。虎子哥，虎子哥呢？哎呀，啊，虎子哥，来，你给我喝点去，走。大兴，去拿两碗去，哎，虎子哥。坐。来，咱们哥俩喝一碗。
去。你里屋去。胡子哥，你看兄弟窝囊是不是？哥，哥，你看，你看金子他，哎，我娶了他三天，他就跟我冷了，我怎么待他好都不行啊，他看见我就厌弃，今天他又当着我的面说，他跟别人还要跟人家走，我这也太大兴，该动手就得动手，男子汉要有种。你看我是谁？我是阎王的儿子，我心里明白呀，你自己的冤还没伸呢，现在又想帮助我，胡子哥，万一我……大兴，胡子哥，你替我，我完了，杀了他吧！谁呀？快去报告侦缉队，丑虎在我们家。哎，我们那口子闹病，还等着我去抓药呢。你磨蹭什么呀？赏钱都归你。好，我就去。大兴，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金子他不告诉我呀。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什么？是你？大兴，你看明白没有？不，啊不，你说。是他吗？啊！虎子，你来吧。你，金子，你喜欢他？我喜欢他，就喜欢他。金子，你这话比用刀捅了我还厉害。家大妈，家大妈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常
五伯不让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哎哎哎，干什么？哎哎哎哎哎，金子，你说咋办吧？我想走。你跟他走？别碰我。我是你爷们儿啊。爷们儿又不是我挑的。那还有孩子呢？小孩子又不是我生的。金子，嗯，真忍心，嗯，不走不成。我往哪儿走？我是你的媳妇儿。哦，那你刚才骗我呀？骗你的。天是假的，地是假的，你媳妇儿跟人睡了还是假的。啊啊！胡子，他走了，他不要你了。金子，我求求你，只要你别走，我什么都依你啊。你别走我啊，大兴，我是野地里生，地里长，将来兴许在野地里死。一个人活着就是一次，在焦家我是死了的。我要让他一个人活个够。
别让孩子哭。虎子，虎子，
我跟着你，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小黑子回来呀，小黑子，你回来吧。外面可满是侦缉队，他妈的，侦缉队，侦缉队又怎么样？哎呦！媳妇儿，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吧！什么大兴大兴，老子疯了！哎呦，大兴媳妇儿，大兴媳妇儿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虎子，你就放了他吧。滚！你咋整的？打什么枪？妈的，不知咋搞的，他一去大兴，我就犯糊涂。哎，没枪子了。你看你。
金子。
我们就要离开老家了。这些，兴许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后悔了？后悔？不。现在。只有你陪去金子铺路的地方了。不，胡子，你在哪儿，哪儿就是金子铺路的地方。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地下，金子，等孩子生下来告诉他，他爹没有叫人抓住。怎么？他们不会抓你。快跑吧。
春桃，妈，春桃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李茂，跟你拜过天地的李茂。茂哥，这是我原先的男人，这是我现在的伙计。你们这也算是夫妻团圆，我也成了外人。我看你怪喜欢他的，那你们一块儿过呗。咱俩拜过天地，我原本就是你的媳妇儿。你也不愿意让人家说把媳妇儿给了别人呢？你瞧我已经残废了，就是你愿意跟我，我也养活不了你。你如今没了两条腿，要了饭，我就不要你，我这还算是人吗？你玩俩爷们儿，不是，不是，他不是，不是这么回事，你不知道，外头有人在那乱说。说什么？少华。说李大哥是王八，还说我是。王八。有头有脸的人才怕当王八，像你们俩谁认得？活不留名，死不留姓的，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？我给他写张休书。休？休那可不成。他又没犯什么错，那怎么休啊？咱也不能让他丢人现眼的。那给您写张卖身契。哎，我拿什么卖？你们就这么把我卖了？啊？我是一件东西。一个男人娶两个女人，写俩写仨都成，写我姨太的都成。这。为你献上一部前所未见的超级巨片《金古分族奇观》。人类在5000年前根本无所谓嫁娶，男婚女嫁的起源和发展真是变化多端。《金古分族奇观》搜罗了自古至今的各种恋爱、求偶、婚姻形式和习俗，一一为你展示。譬如其中的哭婚、抢婚、天婚、鬼婚、串婚、着丧婚等等，稀奇古怪之处，你发梦都想不到。金古分族奇观是纪录片专家大导演孙华继《神秘的西藏》之后又一精心杰作。他带领外景队跨越万水千山、中横十省，深入采访了几十个民族部落，所见所闻的奇风异俗、奇闻趣事，令你目不暇给。你看，有两兄弟合娶一个老婆，有一位先生嫁给两位太太，亦都有两姊妹嫁给四兄弟，六位先生太太共住一屋，相处融洽。但是夫妻生活怎样分配呢？够耐人寻味吧。雅族流行族外群婚，集体追女仔，齐齐唱歌，齐齐跳舞，齐齐瞓觉，他们叫做串姑娘。鳌瑶族人流行一句话，夫妻同食不同婚，情人同婚不同食。习俗容许有公开的情人，太太在家同情夫幽会，做丈夫的还要热情款待。喂，非礼啊，不用大惊小怪，帝道摸乳房是非礼，越车人摸乳房是一种敬礼，男仔摸女仔要依正规矩，不是就失礼。
动作人流行抢亲，男家娶妻就要靠抢，点样抢法大有学问。土家族流行哭婚，女仔出嫁前要喊足48日，喊嘅内容千奇百怪，陪嫁姊妹亦要喊埋一份。阴阳阻隔，人鬼点样成亲呢？呢啲叫做娶木主，其实系揾替身生仔。洞房之夜，人鬼同床，恐怖离奇。6月6，山间去沐浴，呢种系苗族人相睇嘅形式，睇得相当彻底，睇啱咗赠信物，佢哋叫定情节。白富瑶族时兴女追男，佢哋叫换表。女仔招郎入社，家长认为有本事，村里人睇得起。金古婚俗奇观是古今恋爱、求偶和婚姻习俗的专题探讨，是你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事实，令你大开眼界、增进知识。金古婚俗奇观即将在本院隆重公映。凡海影业公司、皇冠国际影业有限公司耗资千万，涉世经年，共献一部辉煌巨著《八百罗汉》。八百罗汉呼风荡荡，气势如虹。八百罗汉妙像庄严，自大增重，神奇景象前所未有，令你耳目一新。八百罗汉是享誉国际著名导演王星磊竭精沥血、锐意创新、同不生精力，为你献出充满动感的骄人杰作。八百罗汉，中国武术精英文集，历届冠军人马各显其能。八百罗汉，一部全新题材的武侠电影，塑造出一群罕见的武林人物。八百罗汉，血肉护山魂，豪情冲霄汉。你慈悲为怀，我并无杀生，我咁做只系救难啫。我犯咗咩罪？我究竟犯咗咩罪？你偷放行鞭，藐视佛规，罪无可恕，等我打死呢个孽障。写佛理与人性嘅尖锐冲突，八百罗汉有万丈悬崖、深谷地裂、地动山摇、惊心动魄嘅场面。八百罗汉，佛教圣地峨眉山实地拍摄，神仙洞府，千年古刹搬上银幕。自愧不正，应性自辱，百姓有难唔救，反而向我啲金兵叩头。哼，所谓人欲保智，我话简直就系与虎谋皮啊！弟子在，礼佛行街，礼佛行街。特别介绍武术奇才刘振领，功夫卓绝。山东女英豪高红平，文武相全。唔认得我啦？八百罗汉是一部有史以来制作最庞大、场面最虚撼的功夫电影。八百罗汉凭了突袭金兵，飞禽蔽日，无千无万，飞壮惨烈，惊天地，泣鬼神。
角，爆炸性的场面，八百罗汉，一部出类拔萃的电影，古短即将隆重公映，千万不可错过。